哇，你弹的我都哭了，对，因为觉得你弹的太好了，真的。Annie 帮我弹这首歌，叫做《恰如其分的自己》。追上个星期三的班级韩剧，倒入一杯红酒，慢慢等他醒，要等孩子睡去。先生不在家里，有个平行世界想从冲动穿过去。就很荣幸可以有机会跟 Annie 合作，因为我一直知道她在弹古典钢琴非常非常厉害。然后这个机缘是怎么开始的我忘记了，就是好，我们在吃饭，跟黑人跟伊朗哥，对，然后就我就突然就想到那时候其实已经唱了几个 take 这样子，然后我就想到，哎，如果是一个完全古典的方式，古典钢琴的方式去诠释一个女子，就是一个女孩子，她有很多的身份，那她怎么再去找回她自己？如果是用 classical 的这种 piano 去弹，会变成什么样子？Annie 就坐在我正前方，就一直看她。我说你会有兴趣吗？我就拿那个很烂的那个 iPhone 的那个 AirPods 去给他听，结果他就听一听，他就说，哦，他觉得可以试试看，是不是？对，而且那时候我还以为你是就是，随便讲一讲，让我听一听，可是没有特别。要怎样？后来没想到你是真的 serious 的。对呀，啊，对，真的要 serious。放声哭泣，又笑到假期。任何人都有缺陷，被嫌弃。这夜晚是。恰如其分的自己，女生的一个很内心的世界，就是我们，你也是两个孩子的妈咪，我也是，对，然后我们也为人子女，也有工作，然后也就是很多很多斜杠人生这样子，那你如何去找到你在家庭、在事业、在爱情、在各个方面的跟孩子的这些平衡。孩子先生都睡去了，然后可能你喝一点点酒，然后沉淀自己，然后再找回来自己，再爱自己一次，这样子。青春歌在分身乏术的不同身份里，我飞天遁地，却没有。很多时间是要给别人，对，是给老公、给小孩、给家，所有然后就反而变成说是小孩睡觉，老公不在或老公睡觉的时候，有你自己的时间，对，做你想要做的事，对对 对, 对，哪怕是一个小时、半个小时都好，就是属于你自己的，你可以看一点电影啊，看一本书，或者是。Take a shower, take a bath, 或什么，就是那个时间就只有你跟你自己对话，然后不属于任何人的。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。我可以不是天，也不是地，这一晚我让脆弱出来透透气，寻找恰如其分。我觉得那歌词跟那个音乐就是
配得非常的好。嗯，这是葛大为老师，他是大师，然后跟徐佳莹拉拉写的曲，对。呀，超级美的，而且他就是后面的音乐都跟着那个词一起走，对，就是你孤独的时候，它是变得比较薄，然后你飞来飞去在外面的感觉就是很飞天遁地的时候，哇，你弹那我都哭了，对，因为觉得你弹得太好了，真的很棒，很开心可以合作，对。对啊，期待成品赶快出来。好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范范，开心。我要赶快再来约那个下一次吃饭。哦，对。抱歉，曾说远了你，让我抱歉。